娱乐游戏愉快打工，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本次的盗贼一场二四周末的实况啊，我是混沌王。咱们切下新术师啊，走一下第二关。哦不对啊，我之前好像是把那个第四关的那个 boss 干掉了啊。对，第四关的那个墙被我干掉了，把第四关的墙给干掉了还真行。那走吧，视情况而定。哎，我带这个好像，带这个就带这个吧。欢迎蓝印。我好像没有开传送点是吧？对，一个传送点都没开。就一个个打吧。才99的伤害，因为我没有带那个烟幕套，但这个能保命啊，这护甲高啊。哇，这么多怪，去你的。挑战，嘿嘿嘿，要不要刺激一下啊？这个挑战应该是第一关的挑战，第一关的敌人挑战应该不会太难，但是也有可能翻车。哇塞，哇，这什么，这是怪吗？完了，要死。哇，被打了黑屏了，我根本没法操作，什么都看不见。那个是怪吗？我去，吃肉有害健康啊！不吃肉就不吃肉。我剩下这个，我现在是82，剩下这个看一下，我看别人都有剩这个82，看能不能加到92。谁当这个？哎，怎么变成130了？哦，82，那就是。这边加四档是120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是算82的10%，它是按百分比来算的，按百分比来算，那不是太好啊。那这个升一档，也就是我刚这边加了40点了，从82变成122，然后再加8%，所以变成130，是这样算的。嗯。我这才400血，我去！那感觉升那个没什么卵用，按照百分比来升，而不是直接增加10%。哇！我跳起来干嘛？我去！哇塞！血快没了！哦！哇，大哥，不带你这玩的，太脆了，这个角色，怎么都没宝箱啊？一次转换，咦，变成翻滚的，能赚一点就赚一点吧。这2000多死了，我估计也升不了什么东西。340级，比我高了接近200级。太难受了。
去！怎么回事呀、啊？我刚挨了那个无敌，居然没躲开。史诗级武器攻击会有连击效果啊！行，欢迎永远八云，欢迎八七七。没什么好升的，法术暴击伤害提高。这可以买一个，击败敌人回血，这两个不要了，我还多了一点。这跳跃还是要的，随着力量递增，随着智慧递增，叫力量递增吧。有点麻烦，这赚钱等级太低了，钱虽然赚得多，但是很容易死。我放这个，我还有，还有一只，哎，哇塞！先撤，先撤。好，哇，这个太操蛋了！哇塞！太危险了，我去，哇，这个又躲他那个追踪，又躲他那个黑弹幕，我真的服了，极其的危险。谁买是生命物质提升生命上限，这我拿不了，我决心太低了。看守披风三，这回所有目标有时间限制10，我去，好，在这，走右边，主要是去右边。那我可以去这个地关的 BOSS 房拿一部东西。地关的 BOSS 房一般有两个宝箱，可以试着找一找。或者上面还是下面呢？这什么鬼？哎，这怎么卡住我的？醉了，他就那边缘卡住我不让我走。没找到 BOSS 房啊。哇塞，这不掉下来是作死吗？这是。哎，这斧子没看到，哇塞，差点被搞死。
邪恶武器。耶呵 ，boss 房在哪儿呢？怎么看不到？哇，这有个大佬，这大佬惹不起。哎，哇塞，他停在这儿直接把我撞死了。欢迎幻灵儿，谢你的粉丝愿望。欢迎纯粹，谢你的粉丝愿望。直接崩，受到伤害基本不痛不痒。敌人会掉落爆炸惊喜，来这个，多拿点钱。哇，这一波才赚了6700，这赚个锤呀、啊！这个赚了个没赚一样，太难受了。防御太低呀、啊，3790-4355，下面生命加满了，6400。哎，这是，哎，这护甲加2吗？哎呀！161，163啊，加2点护甲，加2护甲还可以啊。我还以为只加1点护甲，我愣是没找到 boss 房。刚才这血量被小怪碰两下就死了，都不根本就不敢乱跑，不敢浪。哎呀，干啥呢？我一直点他没反应，都把我急的。哇塞，不能把他推回去。我现在这个血量勉强扛3下伤害。东西啊，这儿！哎，哦，大哥，幸运符这没什么卵用。boss 啊 boss 你在哪儿呢？等一下无敌吧。这里容易翻车。哎呦我去，嘿嘿，从下面走，没想到吧。这 boss 会在哪儿？在这儿吗？走你！这能丢过来吗？丢不过来。可以这样阴他们。嘿嘿，就阴你，咋的？不阴你，不阴你，阴谁？这打不到也没关系，就一样点，把他点到死，就阴你，就给你玩阴的。
哇塞！哎，这些全部都被锁起来了。打坏怪，弓箭手高。但是弓箭手不好躲啊，我这个，你要知道我这个碰两下就死了，弓箭手没法躲。我这不是低，不是低周末的图。这两个逗逼，他不会直接炸了我吧？他死了以后他会掉炸弹的。好了，不行不行的。弓箭手太脆了。哎，我去干嘛呢？这边有个墙卡着我，差点被他撞到。你们想干嘛？我就是拿了就走，怎么的？这边这 boss 房在哪儿呢？我去，怎么就看不到啊？我就找个 boss 房那个两个宝箱。我去，怎么的第一关的图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了？我们又没有扩大地图啊。禁止跳跃摧毁所有目标。哎，赏金符文来了，但是我的那个符文重量根本就带不了这么多。我去，这个 boss 房藏哪儿呢？太奇怪了 ，boss 房。离开这个世界，当前金币加35%。哎，这可以啊，这可以，这个留着。多断跳有用啊，躲敌人攻击啊！你看我刚刚连续好几多断跳，我就躲开危险了。如果没多断跳，我直接死了。哇塞，这么大！哇，这么大的斧子，我第一次见。哇 ，XL 特大号。太危险了！哇塞！赶紧跑，赶紧跑！走了，走了！惹不起，惹不起！我要回去拿那个了，要不然我人崩了。只拿这个离开这个世界。哦，我真服了，这赚点钱这么费劲儿。18711，吸血鬼，这个碰一下就死了。带吸血鬼的话，我这血量扛不住的。可以看到地图上所有宝箱。哎，这个好，拿这个。我要加符文重量了。
这只能加一次啊，我去，加一次后面又加不动了，太贵了，只能加一次。哎，这个能加动，哎，哦，但是我没有买，没升级，我还该升个级啊，这赏金符文忘记了，哈哈，我忘记花钱买赏金符文了，我去，光记得加重量了，逗逼了。红色石头磁力，磁力一个没带啊，先是这样吧，好像也不用锁了，直接走，还加四十。弓箭手富贵险中求，你弓箭手你打怪吗？你靠打怪，开箱子肯定更快啊，开箱子来钱更快啊，打怪这么磨叽，打老半天打了还不一定出宝箱，不一定出钱。哇塞，差点被刺死了。哦，哎，我就知道他是这样，他冲过来他不怕我的冲击波，我去，我冲击波必须要格鲁强才行，不然我就没了。这什么特质啊，怎么都没有特效的，一个加金币的特效都没有，特质太拉胯了。赏金买不起，赏金要14000，我去，哇，这买到后面我的赚的钱都不够给他那个啥。护甲总值提高8%，这可以买。碰两下，真正的碰两下。我刚血量减到10%，所以碰两下就死了。容错率太低了。所以我只能选择开宝箱，差点机械。哇，真怕了，这些弹幕根本就不敢碰。50%的魔法伤害，哎，又出现这个了。又出这个钱了，打怪是不可能打怪的，这 boss 房怎么那么能藏啊，呜呜呜！拼老命都要拿这个钱走！天哪，碰下200多血，根本就活不了！哎，怎么死的？那个丢飞镖丢死我了吗？我现在星术石完全扛不住两下伤害啊！我去，星术石直接祭了，走都走不动了，现在完全扛不住。伤害 hold 不住啊，2905，哇，完全顶不住，玩武神我这没办法跑啊，我肯定要跑呀、啊、这能玩，对啊，这能玩，我也在疑问，这能玩，碰两下就死，你看一下全网谁比我等级低的，打到这个周末，这个血量啊，碰两下就干了，记了。
哇塞，没地方躲，刚刚被挤住了。哇塞，死到哪一个？死到哪一个宝箱？哼，我知道死到哪一个宝箱。我去，打败所有敌人，打个锤。哎，没跳过去，没跳过去。哎呀，这钱都存不下来，只能剩下基础的，变成蓝色。受了伤害后没有无敌期，那不是直接记了吗？只有被击中生命才死。一天330什么都买不了，别给我扯淡了，一天330什么都买不了，买个这个。理论上来说，一周目加100级是最，就是比较准的一个等级。我现在连去第二关都去不了了，各种死。不打了，不跟你玩。这也是钱呐、啊，这个也是要拿的。哎，大哥，你要干嘛？又想撞我？我扣90点生命值，反正我碰两下就死了。我扣90就扣90。啊，不对，201好像碰不了一下，直接就死了。能打得过吗？我记得禁止跳跃。这怎么个禁止跳跃可以上去啊？哎，我刚本能的按了一下跳跃，我醉了。喂、哎、我去，差点被他电圈给怼到。给我来块肉啊，大哥！不要这么小气。哎，哎，幸亏我身体小，幸亏我弱点小，不然我就干了。上面有宝箱吗？哦，走了走走。有个肉，可以，不错。有个披萨。走了走了走，他放那标打不了。黄金套集齐了，黄金套没有用，我看了，黄金套除非你到100级，100级直接加50%的金币收益。但是，喂，我去，但是我根本就到不了100级。禁止冲刺，不损失生命值。现在等一等，不着急，这不给冲刺很操蛋。为什么我现在找第一关 BOSS 房怎么就找不到了？我去，这 BOSS 到底藏哪去了？哇塞，两个宝箱，爽！
现在我要去。哎，这 boss 房到底在哪儿呢？拿了一堆卷轴，看手三了已经。我擦！哦，这里有个。终于找到 boss 房了，没有啊？你不特意开那个地图变多的设定，它应该不会多啊。这我应该是都看过了。好，终于到这儿了。这需要15000才能解锁。找不到是单纯脸黑。哇，这里很恶心。好像在左上角似的。哇塞，你怎么喷到这儿来了？上了。拿这个吧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开肉，不错。哇塞，没搞错啊！走你！上不来，醉了。哦，不行，这有两个怪在这放这个东西。先把他们搞定，再拿东西。哇塞，刚才那个剑差点把我戳死。这可以打一下的，放那个黑球不会被我吸掉。什么都没有，这里三个宝箱。走你！
哇塞，差点掉水里面。16000，赚的这么辛苦才16000。哇塞，吓我一跳。对啊，金币加成少啊。镀金头盔，哇，差点碰到这骷髅，简直了。到这儿来了，把这边给解锁了吧，解锁这边的传送点，太阳塔。不解的话，不解的话，真的跑死你。感觉打不过这关的 BOSS， 哎，哇塞，我幸亏我是心脏，要不然我就被他那个子弹给打没了。这让我如何是好？哇塞！终于死了！哎呀，怎么会跳起来？哇，这边有一个，这像，但是有个怪。还行，这可以把它吸走。哇塞！不好办啊！哇，这还有刺！从这边走，都掉几百块钱了，无所谓了。怎么打不到怪？我去！好肉啊！这个摩登简直，这血量堪比 BOSS， 我去！终于打死你了，真的离谱啊！要了几个钱袋吗？不管了，那点钱袋，我特意跑回去，还冒着风险跑回去干嘛？
109，开启宝箱可恢复生命值。没什么用啊。这边这个宝箱，哎，这有还精灵宝箱。好，咱们先算一期视频。